有几个啊？你还有俩呀、啊？你说上经理怎么跟我说的？你说进韩涛怎么跟我说的？韩涛，你说韩涛怎么跟我说的？告诉我，最后一个你爱跑就跑，不爱跑就不啥。我不管那事，一会儿我接单回来我就回去。啊。
约天服务到了，开门请当心，下车请走好。祝您健康。文胜路北少街，要下车的乘客请提前做好准备。下一站，博斯堡安江里。
要下车的乘客请提前做好准备。
道街新华路到了，开门请当心，下车请走好。辽阳公交防疫温馨提示您：积极疫情动态，讲究家庭卫生，做好自我防护。车辆行程中，请拉好扶手。下一站，锦州银行。要下车的乘客，请提前做好准备。服了，兵他俩都来了呢啊！谁俩？老七跟谁呀？汉涛没中。高伟任呢？我请假了。你俩那后人俩还高不出了？啊，我跟他请假了，他给我了，给我了，我就我就我就我
大姐请假呗，大姐。五点钟了，后来他出的。他后来他出。啊，那行。啊，他出，但是他玩儿正好在屋里，他还挺了，他挺没出来出来的，自来出来他玩儿，他说他玩儿这正经的，我估计他应该出。我还在那该出。没有，三六点以后他俩不整。昨儿那趟老七给我勾了。啊？昨儿那趟老七给我勾了。怎么给勾了？昨儿那趟呗。咱不出了。啊。你告了。告了。啊，我后边那趟我出来干啥呀？那不，我都不吃饭了。昨儿那发俩呗。昨儿那大庆和老燕他俩发两台车呗，对不？车内设备，请不要在车内行驶。
车辆运行中，请拉好扶手。下一站，要下车的乘客，请提前做好准备。请您携带好随身物品，做好下车准备。